再下一年吃着火锅喝着小酒真得劲了。大家好，我老师今又歇着活了，给一个老板拉两到设备，30公里180块钱。这啥设备咱还不懂，一看弄得跟飞机大炮。走，赶紧出发。风吹云动天不动，水推船移岸不移。风吹云动天不动，水推船移岸不移。听见吧，老师。今个下班早，咱就得养着回家吃火锅去。再到家了也开始下雨了。老板，再来点羊肉卷，多少钱？老板，3.20。下大了，买罢了，坑的河马长大了。老板，你咋还没起来？咋着嘞？还没起来？大头摸哪鱼？摸了地上没有马子？我要解鱼。起来吧，咱今个买的羊肉，今个咱吃火锅。火锅？啊，对。我的鞋了，我走鞋。哎，鞋，好，走，租个棍儿吧。不租，不租。想吃火锅不想你哥？想吃我想吃火锅。你都好吃吃，我专门买的羊肉给丸子。加点水，一个麻辣锅，一个清汤锅。开火，到底怎么样？来羊牛肉，一斤羊肉，一盘丸子。老师，一斤还得不得了？快好了，还有点不得劲呢。你过来给你吃的。那得练练呢。来吧，开始吃吧，把小牛肉也吃着。再下一天吃着火锅，喝着小酒真得劲了。我跟那谁刚在的时候，那谁都好吃火锅。那时候我没事，我都带他吃火锅。我领着他吃几顿火锅，我都想天都累了。你老人，你还是要说？来，给我吃点，兄弟。